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录音艺术专业的刘东。刚刚您所欣赏到的是本次客展我所带来的作品《Final Fantasy》。这部作品从前期的视频编辑、视频特效，到中期的作曲编曲，以及到后期的音效拼贴，到混音，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。这部作品的视频素材来自日本的游戏《Final Fantasy 13》系列。再加上管弦乐风格的音乐，再加上音效，就形成了整个完整的作品。音乐创作中，我的管弦乐的部分基本上都在 MIDI 上完成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音源，也是我经常使用的，是交响乐恐惧症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探索和摸索一下。